谁接着下？你呀。哎，那个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等老海，一个老乡的洗衣机坏了，说是不通电，我们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走了。我在这儿，还住在这儿。哦，在这儿住在是老家。我娘，我的嘞。还有草地哦。嗯，咱你妹儿的脚嘞。你的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。走了，走了。嗯。我说的。嗯。一二。我天天七八年，我就两你两个人，好好，本人我等也等着你两个的，我忘了忘了手机要的电视机呀，晓得不嘛？不行，不接触了，这个接头氧化了，安全开关接头氧化，它不通了，按的都不通，只能把它打磨一下，用这个锉刀锉一下。你看这个锉了之后就光亮亮，没锉的就是这样的颜色。这个擦光亮之后，我再来测一下。这个安全开关好厉害，不是有东西，你可以直接把它短接的，一般都很多维修的一般都是短接，我们的话一般尽量修复，它这个作用就是正在脱水高速旋转的时候，你把盖子一打开，它就电机就停了，这样的话如果有小朋友误打开了或者翻进去了，这样不会产生危险。现在是正常运转。看到没有？你只要它运转时，不盖子揭开，它就这样。对了，嗯，对，走，走吧，那走。谁接着下？你呀。哎，那个，你演什么呀？哎呀，真是，哎呀，走吧。在哪儿？不是在地门儿。在地门儿。在地门儿。我是谁呀？我哪一个？来人！刘大，刘大，七八年了。七八年了，那是不通电啊？不通电，刘大。哦，这儿都不亮了。哎，是的。没反应呢。没反应。哎，没听着响了呀？哦，那头就响了。嗯。是不是他的他的那么那样的毛病呢？不是，男的不是。我都不是的是吧？那个叫风琴，好像在嗡，但是那个又没电。来扯一下。好，你装到好了。哎呀，那个也是，我就把老虎给了，我看那个。老虎给了吗？这都细的也是，大一只样的。那儿的线是好的，那么小，只有我那块板子的那还是没见到那个劲。我去，那第一次见到那么小的纸板，只有十块，啊不是，只有那么一块呀！我去，没啦有。而且它功能都在那个那小的纸板。没软硬，哇，厉害的！那小不看来，那是个一次性的样，跟你讲，
扶那脚来的，可能是厨房给坏了，但那车移不开了，那个东西。扶明器在响，但是他这个没动静。电脑出了问题，死机了一样也不行。嗯，抱着这个草，它啥还动不动？哎呀，好狠哦！好几十。哎，两个是一个是水位开关，一个是安全开关。这个是因为一个是电，一个是洗衣机的电机，一个是那个。就是放水的那个阀门，然后一个这个是进来的电，再试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响。还是一样。那可能是那个板子坏了。那不要放板子了。嗯，那不那个修不到那个东西。修不到房。因为他这用胶布粘住了，你看那，胶布都是缝死了的。你带都没错。那带不了，那个都是，比如说哪个型号的坏了，我再去买哪个型号的，它全部都不通用的。哦。每个牌子的洗衣机不通用，每个牌子它也分好多型号，它也不通用。哦。就像客人屋里一个叫一把锁一样。你的锁跟他锁不是一样的，他那个东西也差不多。是得坏了。嗯，那个有电，但是他不启动，然后像死了样来的。就这个东西。不是，那后面还有电脑，他那个一个小小的电脑。要得几多钱？那还不晓得，我还没碰到过那种的，我就问婶儿。我问婶儿，我想给你装到那只有，先装的是咱费呀。拿的你就放，拿的放高的好。嗯，要得。你的好师傅。他们工作真是工作了得。好，那是可以。几多钱了？等我写好日子给你。啊？写好日子给你。写好日子给你。那贴不贴？贴头。啊。没贴。写好日子给你。我先走了。啊。交你电话。我在屋里拿好。不会，我在提前找电话。要得要得要得。嗯嗯，要等再回来。要得要得要得，哦，好，要得。